欢迎来到五分钟神学，我是你们的主持恩明。今天呢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因为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在十字架上面死，为什么耶稣需要这样做呢？哪个是耶稣呢？耶稣是究竟是 Who is Jesus？ 什么人来的？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好，先从圣经开始咯。我这个用英文版，中文不太好。Colossians 2， 哥罗西书二章，我这个做直译啦。哥罗西书二章一章，先从一章开始。一章13节， He has delivered us from the power of darkness and conveyed us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Son He loves. 他呢是指神啦。He， big letter He， 神啦。点解用 big letter？ 因为我哋尊重佢咯，佢系创造我哋嘅神，冇佢咧我哋存在唔到。He has delivered us from the power of darkness。呢个写俾边个嘅咧？系写俾信基督嘅人。佢将我哋从黑暗嘅力量带走，黑暗力量可以系咩咧？可能系情欲，可能系控制唔到自己对眼。有啲男人咧，佢哋一世咧都唔知点样同女仔讲嘢。点解咧？因为世间的情欲，基督成日讲嘅，世间的情欲令引到人咧去不同的地方犯罪。咁例如就系情色的片段啦，令到人冇可能去同女仔进行一对一正常的交谈。点解咧？因为情色的片段咧，俾男人谂咧就系女人将女人物质化、物体化，成为一个满足自己欲望的物件，而唔系一个可以相处对话的物件，系咪？就是这些黑暗的力量，还有其他可能是怒气啊，可能是酒啊，饮酒啊，可能是依靠一切其他的东西而不依靠神呢，就是黑暗。Power of darkness， 而在黑暗的人呢，如果你是盲的呢，你有时呢盲的人不知道他自己是盲的，有时在黑暗的人呢从来没有见过光。你例如见到一些可能是地洞里面一些魔，一些鼹鼠啊，那些即是盲眼的动物呢，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世人呢出世就是盲的。同时我们都是一样，人呢圣经自出世呢，人呢一开始就犯了罪，我们一开始呢就不懂得神。可能知道可能有少少神存在或者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是不是？这个就是人的原罪，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即使我们错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就是黑暗咯，明白？在黑暗，好像那些鼹鼠啊，乜嘢在地洞里面生活的这些生物呢，他们一世人都不知道神的存在，一世人都不知道可能动物比我们更知道，一世人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面生活。那么呢继续读了， Conveyed us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Son that he loves。 神的儿子是谁呢？神爱的儿子是谁呢？世界上只有一个。虽然呢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那迟些再讲什么意思啦，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和儿女啦，而神呢最初已经他是有主权的神， He's sovereign， 他是很大的 massive God。 Imagine He is the one who made the mountain， 他创造了山，你可不可以帮我整个山出来？你可以帮我整个海出来？整不到的嘛，是神整的嘛，整个月亮给我，整个太阳给我，整不到。Power of darkness conveyed us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Son he loved。 耶稣基督为什么死呢？因为我们一切都在黑暗生活，而耶稣奉行了神的一切话语。他即使跟这个 prostitute， 即使跟不同的人 tax collector， 跟最犯罪的人相处，他都没有犯罪。他一直圣洁地看人，他一直没有对女人有情欲，他被试探，但是他在撒母耳记马太四章可以看到他禁食四十日，他跟撒旦说用神的话语抵制自己肉体的情欲。他说人不可以单单只靠面包生活，要靠神的话语去生活。他提到你不可以敬拜其他
你單單只係敬拜上帝，創造我哋上帝。咁啊，耶穌係上帝兒子，佢本來唔使落去落嚟為我哋而死嘅。咁但係咧，佢係聖潔嘅人，為咗我哋，佢背上咗。例如我打爛咗個花樽，咁啊，我就話：誒、欸，我唔知點話，阿媽交代啊，我知道阿媽好認真嘅。咁神咧都係認真嘅，佢對罪咧係有非常之痛恨。咁耶穌基督背上咗呢個罪，我哋嘅罪。咁佢落到嚟人世，聖潔咁生活，但係所以因此，因為佢聖潔生活，佢得神嘅喜悅。而佢得咗神嘅喜悅之後咧，佢為咗我哋，為咗會悔罪嘅人啊，會認罪悔改嘅人，背上咗佢哋嘅罪喺十字架上，作一個完美嘅犧牲。因為冇流血咧，係冇清洗對罪嘅清洗。咁點解流血同犧牲咧？我哋下次再講啊。願神祝福你，下次再講。